哦，这更难了，我的天哪！等会儿，三，关晓彤，回答正确，请出题。哎呀，花花哥，花花哥，这眼名这属于黄渤，正确。这个稍微也有点像下雨，说实话。请出题。三二杨杨一，时间到。你们给我猜。易烊千玺。千玺啊，这不是易烊千玺吗？给鹏哥再个机会，快点。是吧，第一个鹏哥请看题。三，那个谁，那个周杰伦。哎不是，易烊千玺还是千玺，这就有点刁难人了啊！我看，哎呀，这是哪有接连羞辱一个人两次的呀？鹏哥在千玺那儿栽两回，说不过去。没错，再给一次，再给一次，还有最后三轮的机会。最后三轮了，怎么又过不去了？杀卧底吗？腾哥请看题。小明哥回答正确。小宋，景瑜哥回答正确。花花请看题。林更新。林更新回答正确。贾玲请看题。这也没变形啊。三，不是没变形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、啊。我就往前走，我就不亲他们的。我想这是装眼睛，装视力不好。对，谁？方老师。一、不是，我们都猜出来了。谁呀、啊？方老师。我们也没看出来。可真的不是我，哥，你看一眼。我真没看出来，我走那么近我都不知道是谁。我觉得峰哥从来没长过这样。至少在我的认知里。这个真看不出来。哥真的不赖我，哥，我滚一边去。我为什么要为难我？你为什么要为难我？我还是在我原来的位置，我觉得我还能适应适应。那我跟你换回去。可以往前。杨迪，小宋是不是应该也往后？少少，我还行，花花也还行。花花没换过位置，咱俩换换。你往后，少少。我往后少干啥呀？我不是我没有参，我不是卧底。其实你是不是卧底？你别坐这儿了，对你来讲好像这风水不太好。太难了。你坐这儿，所有的男的都给他。不是弄的。那现在这几个卧底都坐前面了，那不是输了吗？谁是卧底？谁是卧底？哪些是卧底？这几个卧底，不是前三个不都是我怀疑的卧底吗？前三个加我是我怀疑的卧底。没有，只有小童我严重怀疑。